中国基础建设的辉煌成就令世界惊叹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安地铁，也称为西安轨道交通，是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及其邻近城市咸阳的快速交通系统。这确实令人难以置信，它横跨庞大的路线网络，连接城市的各个部分，为居民和游客提供快速且有效率的交通。配备先进的安全系统，宽敞的平台，舒适的座椅，每天为数百万人提供安全愉快的通勤体验。但真正让中国基础设施与众不同的是其规模。西安地铁绵延数百公里，其规模之大反映了中国对进步的坚定承诺。这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展示了中国在工程和专案管理方面的实力，使其成为基础设施开发领域的全球领导者。此外，西安地铁只是中国雄心勃勃的努力之一。中国已经建成了众多的高铁网络、大型桥梁和庞大的机场，展示了其将愿景计划变为现实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。总而言之，中国的基础设施成就令世界惊叹，西安地铁就是这一令人惊叹的进步的典范。中国对进步的承诺和实施此类大型项目的能力确实令人瞩目，为全球基础设施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。这个视频展示了世界无法相信中国基础设施的辉煌成就，包括西安地铁系统等。让我们一起看看中国基础设施发展的速度和规模。这个视频展示了中国基础设施的辉煌成就，特别介绍了西安地铁系统，这令世界惊叹的快速交通系统。无论是陕西省或者西安市，中国的基础建设都是世界瞩目的成就。这个视频展示了中国基础设施的辉煌成就，特别是西安地铁系统，让世界惊叹的中国快速交通系统，你绝对不会相信这是中国所建造的。如果你对中国基础设施感兴趣，这个视频一定值得一看。